鬼影来去无影中，灯火明灭秦风，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这个电影里面判别人或者是鬼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镜子里面有没有他的影像，或者是在太阳底下有没有影子。最近呢，网友拍到一张照片，让我们来鉴定一下。请问小娜老师，这是什么样的照片？这应该看起来是在内厅的一张照片，然后上面的人，反正他上面的人跟下面的倒影是不一样的。嗯，下面多一个人，数目不合的。你的上面好多哎，有红。怎么会这样？倒影只有一个，为什么上面有那么多人？好奇怪。可是其实这只是视觉的错觉而已，因为那个倒影是后面那个桥，后面那个桥的，所以观众朋友不用紧张，说你拍到了好兄弟或什么的。但不错了，也得到解答了，好不好？来，欢迎第一棒刘有清。跟着他一起毕业。其实我们台商对于大陆的这个教育事业是很有贡献的，因为很多人去盖很多什么希望小学啊，很多地方没办法受到教育啊。那我这个老台商呢，他跟我说这十几年前的故事，那时候他在一个地方我就不讲了。土地取得很不容易，好不容易呢，跟这个政府拜托拜托拜托，给我一块地，我要盖学校。好，这政府就给他一块地。他到现场去一看，吓一大跳，一片坟墓的墓地。那怎么办呢？就出现了一个当地说，哎，我当地很熟一个当地的人，好，那你给我多少钱，我负责把你这些坟墓呢通通移走，尽量把很多这个能找得到主的这个家属的把坟墓啊这些都移回去了。可是有些还真的找不到，他没有做法事，没有把它移开，就把它挖起来放到旁边，有的是根本就不理，反正他想，哎呀，算了，房子盖上去，这个树种上去，就看不见了。就这样，盖学校的这个工程开始了。在工程进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怪事，比方说，放在高处的这个钢筋，没有人碰它，自己掉下来砸到工人，工人被打死。还有，在水泥灌浆的时候，这工人明明站得好好的，好像后面有人推他一把之后，工人掉到那个灌浆的水泥里面，救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就这样，这个学校呢，也就在这些小小事、大小小小事情发生的情况之下，也盖好了，学生也都进去了，老师进去开始上课了。平常白天的时候还好，但是呢，这个学校有宿舍啊，到了晚上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比方说音乐教室的钢琴自己会发出声音，还有晚上明明大家都睡觉了，这浴室的这个水龙头啊就一直流到早上。这些其实都算小事，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大家才觉得这个事情严重起来。有一天早上，某一间教室他们去上课，奇怪，这个教室是黑板上写的值日生啊，本来是两个女生，被改成两个男生的名字，男同学。黑板上面呢还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些好像用指甲抓出来的痕迹，还有红红的好像有血在上面一样。钟声马上响了，上课了，赶快把他这个黑板擦了，他上课了，你就不以为意。可是这两个住宿的同学在第二天发现他们从四楼坠落到一楼死掉了。开始调查，就去问啊，问同寝室他们两个同学到底干嘛了。没有啊，他们昨天晚上只说要去上厕所，怎么会跑到四楼去跳下来呢？然后再问再问，后来才发现，问到说这两个同学在学校的校园不小心挖出来人的骨头，并没有跟学校讲，又把它放回去了。然后校长就开始往回查工程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后来查到说，这个学校原来是墓地，挖出人骨头来，就是因为没有把里面的坟墓这些无主的冤魂把它清理干净。赶快请来得道的高僧，把这些冤魂放在一个学校最高楼的一个这个房间里面，用一个有法力的锁锁起来。十几年过去了。到了今年，这个学校还很有名，
出了很多这个很优秀的学生。这学校呢，为了这优秀的学生、毕业生呢，他们在学校的一个一面墙上面呢，就写了一个叫毕业墙。所有在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个高中的同学可以去签名。在今年，突然发生了一些怪事，在这个荣誉榜、毕业榜上面，突然还没有到毕业潮，每天都多了很多这个名字，还都是红字写的。可是对了一下名字，有很多不是这届要毕业的学生。在住在住校的同学呢，也觉得很奇怪，就快要期末考了。有一个寝室的学生，三个男同学 ，K 书 K 到一半是很烦，讲好了，我们干脆去看一看呐、啊，到底是谁在恶作剧？结果呢，他们三个人呢，就在半夜快要到11点、12点的时候，跑到那一面毕业墙前面去看着，突然有一个同学啊叫了一声，在那个毕业墙上，突然伸出了，只有手从墙里面伸出来，用手指头在这个墙壁上写下他们的名字。那三个人顿时吓坏了，马上冲回到这个宿舍去。第二天早上，这个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把他们三个叫到办公室去问，他们才老实说出来他们看到了这个状况。有一个最老最老的老师，还有一个校工，他们突然想到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禀报了校长之后，然后那个校工去看那些毕业榜上面的名字，赫然发现有当年死掉那两个同学名字在上面。校长就带着同学赶快到那个被封起来的大楼上上面去看，结果突然发现那个锁已经很老旧了，生锈了，然后不知道被什么顽皮的同学啪，门是开着的，赶紧联络我们这个台湾，请台湾的高僧赶紧坐飞机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荣誉榜上面、毕业榜上面的名字，一个一个的照名字的念，超度、超度再超度，然后把这个三个同学也让他们回家，赶快帮他们收金，让他们暂时不要来学校，才免于这次的灾祸。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不要 TK， 不能开的房间不要开，暗的地方不要去。这就是我的故事。很难想象说这个故事可以牵扯到暗的地方不要去。来，请坐。好的，今天那个我们鬼灯大使马士力小姐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呢？我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也是讲不能 TK 这件事情。不能 TK。对，有一个女生，因为她呢就刚刚考进这个航空公司当空中小姐，所以她很高兴，然后她也很觉得很骄傲吧。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飞国际线嘛。她就发现前面的学姐就会拿那个一瓶水，然后这样喷喷喷，然后就说请归位，请归位，就这样讲，就是大家要安静，这样洒净哦，洒净就对了。那听说呢，是因为这些学姐们，她们曾经在飞的过程的服务过程，尤其在飞长途的时候，就有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会去找他们的师傅问说，他昨天在飞机上被吓死了，怎样怎样之类的。比如说有一个他的学姐在飞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的后面有一个乘客就说，我好冷哦，请你去前面跟我先说我好冷哦。结果这位学姐就到前面那个座位去跟这位说，请问你，比如说 A 先生，你太太说她好冷，请你拿衣服给她，她在后面这样。那个 A 先生吓坏说，我太太在货舱。所以那个空姐就被吓到以后，他们就会下来，就会去找师傅帮他收金。那师傅就给他符，让他化成符水，就跟他说，每次执勤之前，乘客还没有上来之前，你们就可以先用这个洒净，这样子呢，在整个你们的飞行的过程就会比较安静啊，然后也大家不会吵。那通常他们这样做完了以后，发现这个整个航程就会变得比较安静，比较没有什么事情，比较一切都比较顺利这样。所以他们都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可是呢，因为这个新的空姐跟这一群姐姐们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合，
好，就是心里可能有点小摩擦。在有一次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就打小报告，就说他们都不知道在飞机上干嘛啦，哈，就在那个飞机要飞之前，他们都怎样怎样怎样打小报告。这些那个其实他们的长官呢也知道一些这样的规矩，所以呢也没有很处罚这一堆学姐们，就叫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处理就对了。好，有一次呢，因为这个学妹在，所以大家上飞机以后就都没有做这件事情，想说应该啊就不要做一次，应该不会怎样。好，就在飞的过程当中，那天飞机上面就非常多的事情，哪里的小朋友哭闹啦，哪里又有谁晕机要吐啊，吐的满地，事情特别多，事情特别多。他们本来因为非常多，他们都两两休息，可是那天呢，那个飞机上就非常的忙，一直不停的要服务这样，所以他忙到没有办法两两休息，所以就一个一个去休息，因为大家还是会累，还是要一个一个去休息。那换到这个学妹，这个铁齿的学妹去休息的时候呢，她觉得她好累好累哦，她快要睡着的时候，她就听到有一个人的声音，就跟她讲说：“你寂寞吗？”然后她就想说：“是不是听错了？”她就想：“哎，应该不会吧？一看看那个门又没有人进来，那这么小一个框框，怎么可能有别人？而且以前没有发生过事情。”他就不管他，继续。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又听到这个声音又来第二次，说：“你寂寞吗？”是男生的声音。男生的声音。是猫王吗？哎呦，是就这样。他就说：“你寂寞吗？”就这样问他，他就吓到了，你知道吗？想说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可是因为他也不过只有一个钟头的休息时间，这个又在惊慌当中，又在怀疑当中，又本来很累想睡着，又这样，所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开始忙着工作，然后就到了那个他们要目的地，就到了。到了，可是因为航空公司都会安排自己的宿舍给他们住，那大家都住在里面。到了他们要住宿的宿舍的时候，他就很累嘛，他就大家回去梳洗啊，要睡觉，他就在床边看看书啊，迷迷糊糊，他就靠在床上，他就睡着了。他就说他自己迷迷糊糊睡着的当中，他就感觉有人就一个人在他的床边，不是从外面走进来，也不是从哪里飘出来，他就觉得这个人就突然就站在他的旁边。然后就像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他就觉得说这个是谁？到底是谁要站在前面？因为他胆子其实应该是蛮大的，他就想说我要张开眼睛看到底是谁。睁开眼看见的会是谁？惊悚事件稍后继续看下去。一个人在他的床边，不是从外面走进来，也不是从哪里飘出来，他就觉得这个人就突然就站在他的旁边，然后就像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他就觉得说这个是谁？到底是谁要站在我前面？因为他胆子其实应该是蛮大的，他就想说我要张开眼睛看到底是谁。帅吗？这不是重点吗？你今天晚上就会看到帅哥。对，他就用力的张开眼睛。然后他张眼睛看这个男人，就跟他笑说：“你寂寞吗？”就这样，他真的是吓坏了，他就开始大叫起来。大叫起来，发现其实他房间没有人，可是他不敢睡了，你知道吗？他发现他真的是坐着，可是他再也不敢睡了，他就跑去旁边，去他们那个隔壁那个座舱长的房间，他就跟座舱长讲说他今天碰到了这个事情，怎样怎样怎样。那座舱长说：“哦，这样子哦，那个，因为座舱长也是女生嘛，说好好好，那你就在这边过夜好了。”两个人就他就在座舱长房间里过夜，这样到了早上，反正他们第二天就要飞别的地方了，他们就赶快收拾东西就飞，然后晚上就回到台北了。第二天、第三天，公司就传开了。大家就稀稀疏疏就听到英语二语说死好了，不是活该啊，你弄爱白道活该肚子啊，不是，人家就开始传说你去啊，那个学长还没有走他们在讲什么啊？为什么那个学长没有走？才知道说原来在他们那个，因为这个是国际航线，所以很多都会有不同国籍的空服员
在一组里面。好，那那一组里面刚好有一个新加坡的空服员是一个男生啊。那那一时候跟他们在飞长途的过程当中呢，竟然在飞机上好像就不舒服，就走了啦。类似心肌梗塞。对，那种很快就走掉。走掉以后，这空服员他一直以为他还在执勤。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学长没有走？他跟那个他的女的座舱长讲，他是形容他那天发生什么事情，晚上什么，他就说他看到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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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座舱长就很明白，那个就是前面的那个男的学长嘛。所以回来以后，座舱长就可能有跟别的人讲要小心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才知道这个事。传到他耳朵以后，他知道说他那个绝对不是自己的错觉，也不是自己做噩梦，是他真的碰到了这个事情。那他是不是就更害怕？才去跟回家跟妈妈讲，才带他去找陈老师处理这个事情。啊，陈老师就跟他讲说，以后不可以 TK， 就算不能在飞机上撒劲，身上也一定要带平安符，因为他的气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他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再 TK 了。是，后来那个空姐啊，上飞机前是拿一桶水叫擦。脱湿有没有？全身湿的。你为什么湿在执勤？不要管我，我傻劲。机长，如果说你遇到就是有，比如说你是机长，对不对？对。你上飞机如果不经意，如果看到有空服员在傻劲，你会怎么处理？很正常啊。很正常啊。乘客还没上飞机之前，都是地勤员还有组员在运作嘛，对不对？对。你们看到的是座位嘛，对不对？对。我们的下面的下货舱可能棺木就进来了，可能一些骨灰坛就进来了，所以你不会阻止，不可能阻止，不能阻止，因为我本身就遇过，所以我看这东西都很严肃，不开玩笑。我以为你看得很开嘞，就是很严肃。像一般的水啊，你洒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法力，他怎么会有那种功效？我们不是随便接一碗水就在那边洒，一定有画符在里面嘛。是接一碗水撒进，那叫脱湿，好不好？那不叫撒进。德心，你真的太可爱了吧！好嘞，接下来我们欢迎用自来水撒进的德心，一起吃鹰饭。那我今天要带来的故事呢，是我一个大学学妹打工遇到的事情。那我这个学妹呢，她在大三的时候，她就找了一份打工的工作。那是一家就是很高级的餐厅，其中有一间大包厢，然后她的桌子啊，她里面的摆设就是很多很多的镜子，然后两个桌子中间就会有那种顶天立地的那个大镜子，客人都特别喜欢订那间大包厢。那有一次呢，就在晚上的时候，也是晚场的时候，那就有客人预定那个包厢，然后可是那天比较特别的是，一般客人就是要来吃饭，然后都会很吵闹、很热闹这样子嘛。可是那次那间大概只有八桌的客人，然后就很奇怪啊，好像彼此也不是很熟，然后自己在那边安静的吃，然后偶尔可能交谈一下，就是那个气氛很蛮诡异，安静到他们觉得很诡异。好，反正他们呢就吃完了，然后呢客人也走了。那因为已经接近那个餐厅营业结束的时间，然后我那学妹就想说，因为她现在等于说她已经变成组长，然后她就说哦，那你们就先回家，然后我负责收场，然后善后这样。然后呢，她去主控室就是。要关掉那个音响音乐的那个主控室是在那间包厢的另外一边。好，他去关掉之后呢，他就就着那个小小的小夜灯光，然后要穿过那个包厢，要回到那个出口那边去牵他的摩托车。然后他经过一个桌子的时候，他听到后面的椅子这样叽，他想说。奇怪，啊，客人不是走了吗？然后他就从那个镜子一看，他旁边他后面的那一桌啊，坐满了人，他就吓到，你知道吗？他吓死了，然后拔腿就跑，然后他跑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那个眼睛余光就瞄了一下那个镜子，
那他发现整间包厢那个八张桌子都坐满了客人，他就赶快跑回家，然后他很害怕，可是他也不敢回家，他也不敢告诉他的室友。过了几天啦，过了他就觉得说，哎，这几天室友的态度对他很奇怪，就是每次他要叫室友的时候啊，室友都故意不理他，而且他发现他的房间就是好像有人进来过，然后他衣服都被丢到地上。他想说他室友为什么态度这么差，你不理我也就算了，然后你还把我衣服这样乱丢丢在地上，很莫名其妙。然后他跟他室友讲，那室友说没有啊，其实是因为你自己很奇怪。他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你这几天晚上啊半夜都来敲我的门，然后还跟我讲说还要吃，然后我打开门，可是你却就不见了，这样子，那连续几个晚上，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是故意闹我的，所以我对你态度才那么不好。然后那学妹心里就觉得，难道我有梦游的习惯吗？然后她就跟室友道歉，但是呢，她后来当天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她就拿那个痱子粉啊，在她的床边，然后就是又撒满了痱子粉。第二天早上，他看到地上痱子粉上面有那个脚印，结果那个脚印有从门口进来的脚印，可是没，而且那个脚印还比他的脚，就比学妹的脚还要大，可是没有从床上出去的脚印。然后他就赶快叫他室友来看，你看，你看，你看，这真的不是我，不是我去敲你的门。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害怕啊，然后结果呢，他们当天就赶快躲到另外一个同学家。他们后来睡到半夜的时候，然后听到叩叩叩，叩叩叩，三个吓死了，想说三个人都在一起啊，那到底外面是谁敲门？然后他就很害怕，说问说是谁啊？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还要吃，大家都不敢讲话，然后就很害怕，但是也不敢讲话，然后也不敢再问。好，然后就等一等，然后外面声音也没有了。然后第二天呢，他们三个就赶快去庙里找师傅，找老师问，说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后来老师呢就帮他们查，说哦，原来当天他那个包厢里面的客人，就是一个罹难，有点像自助会的家属的成员嘛，然后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会员，然后因为呢，他们本身就是对亡生者的那些家人，就是有一些执念、挂念跟怨气，所以说他们那些家属再来吃饭的时候，也带着他们那些亡生者的家人也一起跟来。那吃完了之后呢，这些亡生者的家人有些就走了嘛。就跟着他家人就走了，可是有些还留下来。那会跟着我这个学妹呢，是因为她当天就是刚好那个来哈，然后气比较虚，然后因为她觉得还吃不饱，所以她半夜一直说我还要吃这样。那后来他们就请老师帮忙，就是另外给她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帮她办超度法会，然后这件事情才就是平息。各位朋友，发生事情请先到庙里面借宿，不要跑到朋友家。那个第三个多倒霉啊，吓坏了。真的跟着的，你说的是小。就一个头在那边讲故事。我最新的想象力，空气洒进。白头水给我。这家伙需要经常性的洒进，好吧？来，请投票，觉得他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杯。一二三。一个如此的不恐怖的故事也过关了，奇怪。灵异大问号，小娜老师，这个礼拜有什么人投稿呢？这个是网友他们去北部的山区，他们可能去郊游还是爬山的时候拍到的一张照片。有什么吗？有啊，一个脸啊，还有肩膀，那个人啊。大家通常都会比较害怕。
好兄弟，因为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习性，不是所有的好朋友都好兄弟，好朋友都是属于厉鬼，也有一些是像他们会是去找一个清修的地方，他们会在那边修行，所以拍到这张的照片的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拍到就是一个静静的在那边修行，你只是经过他，然后他也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他甚至于没有在意你经过。他有能量，但是他无害。无害，无害送给曹姐。第二张，来，第二张是在学校的社团里面所拍到的照片。拍到的朋友呢，无意间发现楼上的那一间教室里面有半身的女孩子，好像在看这些。哎呦，看到了，看到了。哦，那个脸有点怪怪的，可能跟地缘关系会比较强烈。哦，对，是地府灵的。他可能是在那边离开的，所以他会对正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人会比较感兴趣。因为我都不能做这件事情，有点好奇。可是你们都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很羡慕你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不用害怕，你拍到他没有要对你干嘛，因为他只是。在看，他只是在看而已，所以不用担心这位妹妹。好，以上，接着哇，我们要欢迎机长姚志长机长来了。那个小女孩是谁？最近又有一个资深的空服组员，那跟我联系，那跟我讨论了一件他发觉不大可思议的一些过程。他是亚洲飞到东南亚的一个航班。它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气流非常稳定的一个状况下飞行，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在大夜班，就是快要接近凌晨起飞。起飞的过程中都很顺利，那到了天上之后呢，组员就开始忙着来做餐点，让这些客人赶快吃饱喝足之后可以睡觉。慢慢的客人都睡着了，只剩下紧急出口的警告灯，还有地面走廊的微弱的灯光。这个资深的空服员突然觉得他想要上厕所，快要靠近厕所的时候呢，他听到有很多紊乱的脚步声，还有就是小朋友在嬉笑的声音。那他可能觉得有点累了，他到了这个厕所，把门打开，一解锁，开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门就吸回去，所以有一股强大的吸力吸进去。通常机组员都晓得，有吸力的时候是你用完马桶冲水的时候，它会靠着大气压力差把这个排泄物把它吸走，那门打开是不会有任何的 suction 的吸力。那在开的同时，他突然就听到有很多小孩子嘻嘻哈哈的声音，还有脚步声从里面传出来。他应该是吓得花容失色，马上把门关上之后呢，我不上了，就回头回到他们中间坐餐的地方，就跟其他在吃饭的主人讲这个事。座舱长就说，你累了，你可能眼花哈，没什么事了哈，等一下睡觉就好了。那紧接着吃完餐之后呢，他们就轮班要到组员的休息室去休息。组员休息室呢在飞机的尾端的上方，客人可能不知道，上去的时候呢你要有几个阶梯爬上去，把门一样解锁打开，跳一声才会进去。所以他进去的同时呢，已经有两三位组员在旁边侧边的位置已经呼呼大睡，在打呼噜了。他眼睛不由自主就朝向的这个门口看，门口的地方呢只有一个纱帘，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紧急逃生出口的青色的灯光。他在看到一具半大不小的影子直接从那个门穿进来之后往上走，他感觉到那个帘子已经开始在随风摇摆，这个影子呢突然间靠上了那个
沙莲，他说当他靠上沙莲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头的影像在那边伸缩，透过那个布幕，那透过那个微微的青光，他只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不是人，所以他动也不敢动。他说虽然脚麻了，他就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他知道他一定要很沉着的在那边等着，一直等到组员闹钟响了，换班的时候他才起来。起来之后他衣服一穿，他就冲出去了。他刻意就跑到前面头等舱商务舱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外国洋娃娃这个人的样子。他检了一下头等舱跟商务舱，没有这个人。在飞机平稳的落地之后，在机场之后呢，他第一个就跑到前面的出口，跟着座舱长还有机长在欢送客人下机。他就一个一个盯着，看看到底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出现在我们的飞机上。飞机上的女孩即将露出真面目，千万别错过。飞机平稳的落地之后，在机场之后呢，他第一个就跑到前面的出口，跟着座舱长还有机长在欢送客人下机。他就一个一个盯着，看看到底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出现在我们的飞机上。一直到最后一个乘客离机之后呢，没有这个人。哦，随着接驳的巴士，就来到一个东南亚一个非常古老的饭店。这个以前我们也常常住。这饭店有个特色，它有一些巴洛克的造型，还有一些古董的一些艺术品。主人到了一样，大家分了房间。那因为那时候她跟她男朋友正热恋，冲完澡之后呢，就拿着电话敲了她的男朋友，开始讲视讯。她把她架在她的前面，同时在补补化妆品啦，哈，做做保养，跟她男朋友聊天。男朋友聊了几句之后，聊着聊着，突然间就不见了。男朋友就跑去把上衣穿起来，那就坐回来。他也觉得说，你干嘛要穿衣服啊？因为不精彩了。他在房间里面，就是他觉得他男朋友的习性就是就打个赤膊嘛，哈，就穿个短裤。那他男朋友那天讲话也很腼腆，很客气。那再讲几句，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换上衣？”他就讲：“拜托好不好？你房间你有客人，还有个小朋友，你先不跟我讲，你用扩音这样多不好意思啊！明天再聊。”他说：“你神经病啊！我房间哪有客人啊？”他说：“怎么没有？你视讯里面就个小女孩绑着辫子，在跟我在做鬼脸啊！”啊！他那时候，哇塞，正好看了那个。他前面的明镜，他魂都飞了。他说没有啊，他鸡毛，这个疙瘩都起来了，鸡毛掸子，赶快，连电话都没打，就跑到隔壁去敲那个座舱长的门。所以那天晚上就跟座舱长一起睡。那座舱长好累，隔天，要分忧解劳嘛，对吧？隔天他上飞机的时候，他就跟机长讲这个事儿，说，这些遭遇，还有我男朋友说我的房间里有小女孩，有一对外国的夫妻带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哦，在我房间做鬼脸，跑来跑去这样。那机长就说，这架飞机，我翻一下我的 logbook， 我们这个飞行记录簿，我也有，拿起来看。机长看，带着老花眼看，这架飞机在十天前，我们到一个地方载过一个出事的家庭 family， 他有大小的棺木就放在这架飞机的下货舱里面，所以是不是跟这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离线的组员呢，回到台湾之后呢，就去找一个比较信赖的这个公庙，那师傅帮他看了就是说，不待机啦，这囡仔吼
他应该是留恋在飞机上觉得好玩，他是顽皮哈，他没有恶意，他不肯离开。我帮你做做法啊，那你这个你帮他解解冤就没有事这样。所以这个事情就正好是最近发生的一个状况啊，公司也传得沸沸扬扬的。哎，请教一下，为什么都是空服员遇到？要这怎么会机长都没有？机长对啊，会不会比如说你在开飞机旁边一个小孩子，那很恐怖。对啊，我有个同事，他只要到每一个国家，第一件事情把法师法器还有这个香通通摆在桌上，因为他常常会遇到，不要做做善事啦，对啊对就好了，心正对不对？就不怕哈。来，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笔，一二三，还有来，请换位置。喜欢琉璃珠。我有一个朋友呢，然后想说跟他女朋友到国外去玩一玩，那我们就挑了一个国家，到泰国去。他会英文，又懂一点泰文，两个人就自由行去了。每天呢就玩得很开心啊，吃吃喝喝啊，逛街啊，然后水上游戏啊。那他们想说快要回来台湾了，想绕到曼谷去找他的朋友。结果他们就从清迈要搭飞机前往曼谷，然后再回来台湾。那可能是太晚到还是怎么样，也不晓得。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坐在旁边的位置，就是可能一个坐前面，一个坐后面。然后她男朋友就看，哎，旁边坐了一个造型还蛮奇怪的人，只是看他一个人，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就是他大概是几岁，好像差不多40来岁左右。可是他那个装扮、穿着啊什么的，就很像老头子穿的，就是很老、很老态的样子。然后身上就带一些这种叮叮咚咚的什么项链啊、手链啊、戒指啊，就是觉得哎，还蛮有特色的东西。就是一个泰国人，好奇心作祟，所以就问他说：“哎，你身上带的这些东西去哪里买的？还蛮特别的。”然后那个人冷不防的就瞪着他，很生气的跟他讲：“这个东西是我祖传的东西，别人陌生人绝对不可以直视它，因为它里面住着一些神灵在里面，你要尊重它，你不可以这么轻浮这种态度来问我这样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吓了一跳，想说我刚刚跟你讲话就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凶对我，然后跟我讲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哦，好吧，那就不要打搅他。然后接着小孩坐在旁边很无聊，冷不防看了他一下，哎，一下那个戒指拿起来就握在手心，在那边念念有词，那边念，不知道念什么东西。然后隔没一下，戒指带回去，又把项链拿起来，然后就套在那个前面的那个椅背上面，然后听着他那边拜呀拜呀拜呀祷告啊什么的。然后隔没多久一看他，哎，睡着了。然后就看他前面那个项链还挂在那，他看他睡着，他想，哎，那个项链看起来蛮吸引人的，他就伸手去碰了一下那个项链，啪，他有那种被电到的感觉，那个项链好像有静电，你知道吗？但是他摸起来就还蛮光滑的，然后那上面有个那个符号，就是有白色的圈圈、蓝色的圈圈、红色的圈圈，这是远远看好像一个漩涡，摸起来冰冰的，然后他刚碰了一下，好像有静电，然后被电了一下，他就手伸回来。他也怕吵到隔壁那个人，他就不敢再碰，然后就想说要不然睡觉好了，他就闭着眼睛休息，然后闭着眼睛休息，然后昏昏的，他就觉得奇怪，怎么头晕晕的，然后好像就是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他也是这样迷迷糊糊的，就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可是隔了不知道多久，他突然就觉得说奇怪，手好痛好痛哦，然后他眼睛要睁开，可是他眼皮怎么样都撑不开。后来他是很用力很用力地把眼睛撑开，一看他看他女朋友，然后好几个空姐围着他旁边，然后很紧张的在问他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要不要紧？有没有事情？”他就觉得很奇怪，你们怎么这样问我？我只不过在睡觉而已，你怎么这样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我刚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你，是我这样用力就一掐了你，然后你才醒过来耶，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为什么叫不醒？”说没有啊，就发困啊，很想睡觉啊。然后后来问他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事情？”他说：“没有什么事情啊。”
然后这些空姐也就放心了，然后他女朋友就跟他行李拿一拿就下飞机了，然后他们就坐着计程车到他曼谷的那个朋友家里面，然后一进他朋友家里面，门一打开，他就看到有一个那个没有看过的神像放在那个玄关那边，然后我这个朋友突然间头一痛，然后再晕眩一下，其实那个感觉大概就是一刹那而已，他也觉得不以为意，可能就是刚刚在飞机上可能睡太久或怎么样不太舒服，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就拉着那个行李进他朋友家，然后行李整理整理整理，然后随身包包一打开一看，我靠，那个怪先生的项链怎么在我的包包里面？我那个朋友一吓到说奇怪，他那个项链不是就挂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座椅上面，怎么会在我包包里面？他说反正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带回去好了。然后就拜托他泰国那个朋友，就说：“哎，麻烦你帮我处理这个东西。”那他那条项链其实是一个琉璃珠，还蛮光滑的，色泽还蛮漂亮的，只是看起来像漩涡的琉璃珠。他就跟他朋友讲这个经过，然后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他朋友。他朋友说：“好，那个像晚上的，明天我再拿去寺庙帮你处理或怎么样。”接着他就接了那个东西，就把它放到他们家的那个神桌上面，才刚放下去，啪！那个琉璃珠裂开，他想说奇怪怎么会裂开，大家心里就毛毛，就想说反正没有关系啊，明天我们就要回台湾了，那我朋友明天早上就把这个东西处理掉了，大家早点休息好了。到半夜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怎么搞得头好晕哦，晕到一个极点，然后一直反胃想吐，你知道，他就冲到厕所去，然后把他吃的东西，晚上吃的东西通吐掉，然后整个人虚脱了。那他又怕把女朋友跟他朋友吵醒，他就在客厅坐着也不敢开灯，然后就看到他朋友家里那个神桌上面有一个小灯亮着，然后一看就看到桌上他那个别人的那个碎掉的那个琉璃，就这样看了一下，突然间那个琉璃就这样冒白烟起来，他想说奇怪，这个琉璃怎么会冒烟啊，是不是要烧起来还是怎么样？当他走近一看，那个烟就越冒越大，然后看到那个烟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小小脸呢，很多小人的脸在那个里面，他吓了一个往后一坐倒在地上，他就看，然后突然间周边突然间一直冒烟，一直冒烟，然后好多灰白色的人影就在他旁边一直往他靠近，然后他这样子环顾看过去，怎么整个房间都是白烟，然后这好多人在那里，他吓死了，想叫不然后来就整个晕倒，然后口吐白沫。那后来他朋友跑出来了，看他倒在地上嘛，就赶快把他女朋友叫醒，然后说哎，你男朋友怎么会倒在我们家客厅，然后口吐白沫，就赶快把他男朋友送到医院去。结果他男朋友在医院躺了两天都不省人事，那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他家人说，哎，那个我们在泰国出了一点点事情，他现在人在医院，可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不知道怎么办。那还好我朋友那个他的家人他们是有在拜拜的，他有认识一些老师，他就赶快把这个情形就告诉他老师说，我小孩现在人在泰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好，我现在帮忙你做法，然后看看能不能把他叫醒，但是你记得他醒了第一件事情赶快机票买了回来台湾，然后一定要把那个琉璃珠带回来台湾。师父特别交代琉璃珠要带回来，这颗琉璃珠到底有多邪门呢？看看能不能把他叫醒。但是你记得他醒了第一件事情赶快机票买了回来台湾，然后一定要把那个琉璃珠带回来台湾。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开始做法，做完法之后他就跟他讲说，你赶快打电话到曼谷去看他醒了没有。他那女朋友接了电话说他醒了，他说现在赶快立马到机场去坐飞机回台湾。他们就赶快回来台湾，下了飞机直接坐计程车赶快去到那个老师那个地方，把东西交给老师。那老师一看那个琉璃珠说，你知道吗，这个是人家专门在养小鬼用的法器，这里面住了好多好多的小鬼，那你可能碰到的那个怪先生他是一个就是不学无术的那种，就是可能是巫师或之类的，然后他在里面养小鬼，然后你又去碰了这个东西，你身上的气味
他吸住了，所以他就跟着你走。那跟着你走，那你又刚好去到你朋友家，他们家有供佛，然后碰到那个神明刚好是相冲，所以那个琉璃破掉了。这些小鬼他们也很高兴，因为都放出来，放出来他就住在他周边，他就觉得吓到他，下次再也不敢去泰国。不是，泰国还是很好玩。是啊，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单一时间不敢去泰国，只是哦，在飞机上不要去乱怼，哦，乱戳人家东西，这就不好。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笔，一二三，哦，哎，过关了，颁奖。才把小美吓一跳。来，今天要送你星星吹泡泡机。哇哦！就是你发现有怪怪事、妖魔鬼怪的时候，这个可以，你就这样喷一喷，对不对哈？然后这个类似洒劲，好不好嘞？谢谢。各位观众，还是一句老话，诸恶莫作，多行善事。今天谢谢大家。